回来啦！因为选秀节目爆红的陈立农出道后首次回到家乡台湾，一早就有大批粉丝守在机场迎接他。我们农农也立刻回敬，超疗愈笑容萌杀大家。不止眼妆好看好吗？穿着格子衬衫的农农全身都帅到不行。不过大家都太想念农农了，一度推挤，造成机场大混乱呐。哎，大家不好意思，我们大家退下，先退下，先拍好不好？不要只拉我，没有拉你。我也拍，好，小心来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我没有推你，好不好，小姐？我没有推。小心，拜拜。